时间，穿小丑服装的保罗·波勒·安·阿克雷干。他描绘的是毕加索和第一任妻子奥尔加的孩子保罗。画作中，保罗穿着小丑的服装。在这里，毕加索以简单而富有装饰性的构图，以轻快的笔调勾画出小孩子简单利落的身形和他的表情。在前面第23集和24集呢，惠妮也介绍过安德烈·德兰两幅以小丑为题材的作品，创作于1924年。那面前这一幅毕加索的画作呢，也是创作于1924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。画中的保罗出生在1921年，他也是毕加索绘画中常见的模特之一。惠妮时间，法国巴黎。